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。这个问题我不愿意回答。他那时候也是被王军打得稀里哗啦的，结果这个民调最高。他说：“您为了选举才变回民进党的样子，来就是民进党的样子，来就是民进党的样子。”那他也是为了选举变回国民党那个老套路，抹黑、攻击、谩骂。抹黑攻击，你个攻击国民党来变弄啊？他想怎么攻击就他攻击吧，我从来不回应他。高层有网军买网军来攻击他，然后还骚扰他。高层不会做这种事啊。侯友宜先前有没有网军，我是不晓得了。我在想，再来他也不会有网军，也不必有网军的，因为侯友宜已经提早下课了嘛。哦，所以民调上升还会变成提早下课，回光返照。安尼我也看你没去哦。为什么说要怕郭台铭？其实哈是民进党最乐于看见的，只要拱这个郭台铭出来的话，赖清德就躺着选了。所以说这个是难解的习题了啊。那到底包括这个国民党的主席朱立伦说要蓝白合，要怎么合？我这个总召在这边，侯办的组织部的副总召集人，哇，你要怎么合？可以啊，我们很简单嘛，就是说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呢。那如果能凝聚成三合图，我们也都不会排除。哦，那想再问一下王世坚议员，就是说怎么看柯文哲说赖清德都用侧翼攻击他，然后自己主帅没有上场？事实上哦，不管是侧翼网军，过去蓝绿白或多或少都有。那我相信在现在这样大选时刻，其实蓝绿白都应该要约束，那么不管是他们的义勇军，或者是这些侧翼热心的支持者，那我想对于三位主帅而言，他们也很不乐意看到说，有控制不住那的热心狂热的支持者，这样一直在为他们呐喊。事实上，既然要选总统，就是要当全民总统。就是要往中间靠拢，去拉取更争取更多的选票跟支持，所以我想蓝绿白都应该会约束自己过度热心的支持者们。但是有一个例子，就是说世坚兄在当初民进党内部这个民调这个还在游离的时候呢，他自己跳下来要选大同跟士林区的这个立委参选人，结果他就不排除众议，他那时候也是被王军打得稀里哗啦的，结果这个民调最高，所以说我可能可以按照这个世坚兄的这个路子啊，王军侧翼打得越凶，搞不好民调越上，世坚兄是不是？所以我呼吁不要打你了，所以你看我自己对你也封口了，所以要松手就对了。议员想再问一下，就是针对前瞻，之前有发脸书有四点嘛，提出了您的看法。但是选举的对手游淑慧他是有反驳，那他说认为是假象，实际上民进党举债超过2亿，还说要跟您辩论，怎么看？我这个问题我不愿意回答，因为我想不应该用这样子大家公有的时间来谈论私人的选举。那他想怎么攻击就他攻击吧，我从来不回应他。因为怎么看他说您为了选举才变回民进党的样子，本来就是民进党的样子。那他也是为了选举变回国民党那个老套路，就是喜欢抹黑攻击谩骂。抹黑攻击，你个攻击国民党来要怎啊？你说网军，你刚刚讲的啊，用网军攻击柯P，我要劝清德兄啊，2019年啊3月18，你登记挑战蔡英文初选，你就是被民进党的网军共干啊强啊，说总统不要用你的网军攻击我。如果你今天再向民进党借用这些网军来攻击柯P，安尼吼，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安尼我也看你无去哦。不过呢，那个议员，可是今天罗志强早上在脸书发说，就是侯友宜进办公室用高层，就是用网军，高层有网军买网军来攻击他，然后还骚扰他。没有网军的高层不会做这种事啊，我很清楚了，我可以保证嘛。那如果有的话，就看是谁在攻击，那个都有账号可以查嘛。也许是
民进党、要问问王世坚是不是赖清德去借了那一批出来弄，然后要挑拨离间，这个要小心哦。我敢肯定的说吼，侯友宜先前有没有网军我是不晓得啦，我在想再来他也不会有网军，也不必有网军的，因为侯友宜已经提早下课了嘛。所以要上升还会变成提早下课。啊，那你都在讲科比无平，安尼唔拢。他有民调，我当然也会上升啦，没错，在你们团结大会之后，可是那也是四个字嘛，回光返照。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呐，吼！啊，这个世间遐，家己过好好势。你唔当安尼想讲你温痛的，啊凉凉两股事，啊出来拍拍照。我跟你讲，罗清德，我有哪会背叛伊南到北，行到倒，我有哪会对到倒？今天台南有组成那个正义成真，那是不是确定放弃李全教了？我想没有哈，那因为国民党在那个选区没有提名嘛，那这个是正义成真是。他们是因为党有提名的候选人，所以呢，先组成了这个正义连线，来把民进党这几年来的不公不义、跟黑箱作业，还有封存三十年，凸显让台南的乡亲更清楚的了解这几年呢，这个政府如何是想要被人家下架，民众想要如何看到。封存三十年，我们不愿意三十年后才看到，我们希望明年就能看到，所以会用选票来制裁这个无能无道的政府。那侯友宜应该帮他站？会啊会啊，我们会帮所有跟执政党站在对立，想要换取人民重新过幸福快乐日子的这一群所有候选人，我们都不排除结合所有的合作。太阳星全校克斐尔益生菌，我吃了两三天，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。睡得好，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，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。因为太阳星全校克斐尔益生菌，才让我认识到克斐尔益生菌，它是由多支菌种的益生菌所组合而成，不仅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正常运作，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，相当强大。你知道吗？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，称它是神仙的礼物。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，克斐尔益生菌不仅帮助肠道健康，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，所以维持肠道菌丛的平衡是解锁身体健康、精神健康的钥匙。对帮助睡眠、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，也因为这不是药，有季节敏感、代谢困扰、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，选择太阳星全效克斐尔益生菌，做好日常的保养，身体健康没负担。每日克斐尔，时刻美好 ，Good feel feel good，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，输入我的推荐代码，有额外的折扣。